我啊，好吧。OK。你说啥大马猴的张凯琪有点过分了。嗨嗨起来，音乐不要停，音乐不要停。这就是刚董力排练一个小时的吗？你里面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哦，肌肉。毕竟健身房的老板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不尴尬，尴尬就别人。